男篮世界杯开幕式，32个小男孩拿篮球介绍参赛队伍，牙齿亮了。开幕式刚开始，就由32个小男孩拿一个篮球介绍参赛队伍，篮球上面写着参赛队伍的名字。没想到，就在这个介绍过程中，导演组打了一个大埋伏，让这成为了本次开幕式给人留下最深刻印象的节目。阿根廷男孩，牙齿亮了，没长齐。捷克男孩，牙齿怎么了？意大利男孩，牙齿，门牙留下一条缝，还有缺牙的。尼日利亚男孩，还算好的，牙齿以后可能能长好。突尼斯男孩，大家自己看。原来导演组特意找来了一群正在换牙的小男孩儿，虽然看上去很可爱，可是真的很多小男孩子的牙齿没长好，如果想要美观一点的话，未来都要矫正。